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の3今天是代代子和三郎的结婚派对。什么？已经结婚？这么快？昨天才在一起交往的，今天就结婚了？当下人真是的。不过其实也只是穿便服一起吃顿饭而已。毕竟是乡下吗？因为明天小新他们就要回春日部了，所以才赶着在那之前举办。此时邪二博士来了。博士，你要抽奖吗？广志手上的那只抽奖箱吗？负责打理派对的亲友团代表广志和美牙也发了邀请函给邪恶博士。完。博士失去心爱的恐龙们和时光机，感到怅然若失。广志微笑地拿出抽着摸彩券的方盒递给他。中奖了！博士抽中的是游乐园东京亲子王国的两张免费门票。是还不错啦，只是会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来这个门票啊。博士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喜大受感动。你只要门票就感动了吗？东京亲子王国的门票20张。20张？是2张。我现在非常感动。他的野心真的很小呢。可是啊，亲子王国毕竟是超热门约会景点，更是阖家欢乐的王国。像我这种糟老头，哪有办法放松心情，大摇大摆的去玩呢？可是，您不是一直说想去吗？就算变成阿伯了，带饭团跟妈妈一起去也很好玩呢。嗨，阿姨。这么说，他妈妈还活着吗？要不然他为什么需要时光机？您好，我看了小新过去写的报道，知道博士其实是一位好人。哎呀，居然说我是好人，你太过奖励了。又不是在说你。博士做过的那些优秀的发明，要不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特辑呢？优秀的发明？优秀的发明？是的，博士的每一样发明都非常杰出哦。好吧，以前我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喂，没办法，这一次我就破例接受吧。啊，那真是辛苦您了。真心话不写在脸上。真是太谢谢您了。这下子报纸的销售量和收入肯定会大幅成长。是不是有点弄错了？总编先生和梅子相视而笑。这两个家伙，原本以为这些人冷落我，害我的计划泡汤，结果竟然对我这么好，还送我门票，甚至要在报纸上刊登我的发明，我实在太幸福啦。就这样，派对顺顺利利圆满结束了。我怎么觉得这个派对的主角根本就没有存在感？嚯，又一堆事件结束了，最后是怎样？还是20张？他还是觉得他拿到20张。
哎呀，吓坏我了！我真的还以为弄错放了20张门票进去。你问我是怎么让博士抽中奖品的，我可没有作弊哦，是运气啦，运气。不过里面的抽奖券全部都是2张，都是会中奖的就对了。不是不是，今天不是我和梅子的结婚典礼啦。咦，今天不是小新和我的结婚典礼啦？呵呵，你真爱开玩笑。总编今天既开心又落寞，内心很纠结。身为父亲参加女儿的喜宴，心境可能很复杂吧。这个派对的主角呢，小新，谢谢你的祝福，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姐姐恭喜你。哎，今天是什么聚会？今天是我和小戴的喜宴哦。喜宴是要庆祝什么？是什么呢？今天我是一名小绅士哦。原本我想对戴戴子阿姨说，今天你好漂亮，要幸福哦。结果她穿的跟平常没两样，吓了我一跳。这个还蛮好笑。戴戴子说，今天的派对不必盛装打扮。我提前过来一看，大家还真的都穿便服，吓了我一跳。不过这样比较轻松也不错。你问我们家的一郎在哪？他要值班没办法过来。今天的妮妮是一名小淑女哦。原本妮妮想对戴戴子阿姨说，今天你好漂亮要幸福哦。结果她今天真的好漂亮，吓了妮妮好一大跳。我觉得他们兄妹两个想法越来越差越来越多了。我很喜欢这间食堂，因为这里的东西很好吃。没有人在问你这个。今天天气很好，雨过天晴。来，我要跟市长讲话。哇，不要拦我啊，正南。平常我总是睡到中午才起床，但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耶、yeah! ！是要开店的关系，所以没有来吗？昨天火山食堂进了比平常更多的食材，难不成今天有派对吗？难不成今天有派对吗？我也好想去啊，要不要把店丢着跑去看看呢？什么？原来你没有受邀吗？原来魔多，原来你跟大家这么的疏远，被排泄了。不，我是说被排挤了。火山食堂那里好像很热闹，难不成今天有什么宴会吗？今天令人好奇啊，大家在今天的宴会上会吃什么样的咖喱？不，我们没有吃咖喱啊。这座小镇已经没有可怕的恐龙了，但不可怕的恐龙也跟着消失了。不可怕的恐龙明明是最棒的观光资源。哦，观光资源啊，这倒是。不过这种小镇比较适合清幽的环境吧。我吃饱了，我吃饱了。姐姐有事要跟你商量，从明天开始可以让我去店里帮忙吗？诶，为什么？这段日子我到处帮忙，最后都有了好结果，让我很有成就感，浑身充满了干劲。以前都没有去帮忙，真的很对不起。我才要对不起。以前凉凉子在店里犯错的时候，我老是对你发脾气，说真的每次生气完我都很后悔，怪自己为什么那么爱生气。真的很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没有鼓励你，才害你失去自信，什么都做不下去。姐姐真的很后悔，后悔到人生都变灰色了。什么啊？但不是灰姑娘哦。这个时候还要谐音梗吗？真的很对不起。
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这里洗澡了，那澡堂了，嘿嘿嘿，真令人舍不得。小心我们有空再过来玩吧。小心你们明天就要回去了，但我总觉得你们来过很多次了，这是为什么呢？很不可思议对吧？已经变成熟客了。真是的，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是事实啊。不知道三郎的酒量怎么样，我的话三天可以喝掉一升日本酒。啊，真是难以启齿，这件事当作秘密好了。啊，为什么难以启齿？好不容易恐龙消失恢复和平，我们却要回去了，真是可惜。听好了，小心，人生有的时候需要刺激，但其余 99% 的日子只要安稳就够了。 99% 的意思指大部分的意思。听好了，所谓安稳的日子就是像爸爸妈妈与小新小葵一起泡澡时那种温馨时光。博士在这里。有了，听说白天有聚会，好像要开派对庆祝谁和谁结婚。完，搞得我也想结婚啦。等一下，今天派对不是已经过了吗？你讲的应该是昨天站在这里的对话吧？好奇怪啊！长了美丽羽毛的恐龙也嫌他什么人都有哦。让尼莉告诉你，你知道正男吧？艾儿真是太可怜了。跟你说，他长得像饭团，所以跟邪恶博士感情很好。因为博士最喜欢饭团了。嗯，听起来怪怪。长长的脖子将他从我妈妈一开始的工作是染布，后来也开始织布。周遭的恐龙最近好像连线都想自己做，因为异口同声称赞。明天再告诉你后续，没有明天了啦。俗话说，恐龙消失之后晚上变得好安静啊。恐龙还没出现时有这么安静吗？也不过才几天的事。哎，三天没有再吃醋了。梅子好像只是找次郎商量自己的恋爱烦恼，并不是对次郎先生有意思，那我就可以放心了。跟次郎先生商量许多事之后，总觉得心情好多了，明天再继续努力。你说我比较喜欢山田摩多还是梅子？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无从比较。耶、yeah! 这家伙不愧是金毛。小屁孩该回家咯。呆呆子阿姨跟三郎叔叔结婚了，哎，真的结婚了。博士得到了2张装满梦想的门票，如果是20张就更好了。呆呆子跟凉凉子和好了，他们一开始感情也没不好吧？灰姑娘也得到了幸福。代代子阿姨最喜欢日本酒，三天就能喝掉一升。小新，我喜欢你。从今天开始，那位次郎先生也会来做早操。次郎竟然是最后一个来的。他不是，他已经可以起床了，就对了。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3。有空再来，每年都
想到你们要走了，就觉得好舍不得。又不是永远都不会再来，而且也没有很远。没有忘掉东西吧？回到春日部也要保重哦。真的很谢谢各位的照顾。我也想去春日部看看。啊，风剑跟风剑两个人面对面应该很好玩。不要忘了你哟。我帮自己的机器人取名叫小新哦。别这样好不好？光阴似箭，珍重，再见。我不会忘记小新的。回到春日部以后，我也跟大家同在啊。回到春日部以后，小新还是会见得到这些同样的面孔。不过这边的小朋友就见不到小新了，真是微妙。阿树防卫队 ，fire， fire！ 请你一定要让戴戴子幸福美满哦。谢谢，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美牙，你在春日部也要好好加油哦。哎呀，火车就快要到了，谢谢你们。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谢谢你们。啊，我已经在这里快要一个月了。我们还会再来。再见。好啊。拜拜。正这伟大的一刻，风景一如往常，但这不是平行世界的回圈，而是小新全新的旅程。喂，这个风景我看过，但这已经不是之前的景色了。哦，结束了，恢复世界和平。全部跑完啦！我们家没有东京亲子王国的门票吗？下次见。如果要去，就带做好的饭团过去。那里面要放什么好呢？煎鱼。呀呀呀！哈哈哈哈哈！整体的游戏品质我觉得比较算是一个休闲小品啦、啊、毕竟我的暑假也是休闲向的，所以玩起来还蛮休闲蛮愉快的。只是蛮可惜的是内容稍嫌平淡了一点，因为大比小新原作其实是蛮好笑的，那个幽默的程度跟这一作是没办法比的、啊、这一作感觉人物虽然有趣，但是好像少了一点，好像有点可惜，没有把他们所有的潜力给发挥出来。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他们的对白啦、搞笑的点啦，都有点可惜。明明还更有潜力的。不过总之，这一款作品也算是粉丝向的吧，粉丝向的就不要太计较了。音乐整体的音乐还有风景美术什么都是很棒。好，那感谢各位一路的收看，小新与博士的暑假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大家拜拜。